最初的初心是什么？在现场跟我分享一下。好，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舟。就首先我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公益行为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小朋友们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尝试去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然后可以影响更多人和跟我一起去坚持的做好公益。谢谢。